岁以下青少年联赛挑战杯决赛，由南区对横滨 FC 香港即将开始，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两支球队进场。兩支球隊的球員名單，穿起紅色球衣的是南區門將18號汪榮智，10號麥柏榮，25號隊長伍啟瑞，11號鄭正宏，27號黃子樂，23號周子樂，22號陳俊樂，後備球員9號陳俊林，7号陈俊奇，20号郭俊亨，13号陈浩然。